今日分享世代精选海神尼普顿合体形态，鲫鱼公和海肾变成双手，半壳变成主体，魔鬼鱼和斯库拉变成双腿。你开心啊，我怎么敢推呢？所有成员用的刀可以组成海神剑。所有成员用的枪可以组成一把巨大的枪。对比一下老版本，还是世代精选的顺眼多了。总的来说，
这款尼普顿变形以及合体方面都没有什么亮点，但是合体效果和单体形态都挺不错的，毕竟是合体战争模具改出来的，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，尼普顿也就这款和后面的老版本，所以也只能选这款，目前价格还不高，凑角色的话可以尽快入手。